请我快点，快点啦！我要亲一下。来，你抱。几岁？新年快乐！萨基努算是重刑犯啦。对，是。什么叫重刑犯？拜托，他不是忽视我，他是冷冻我。冷冻你，冷冻，这是冷冻。你有什么想控诉他的？我觉得他对我很不好，对我又很凶。那一天我没有吃东西，然后他有一个朋友要升官，然后他说他们要请客，就在隔两条街，他就叫我说不要去。你在家里带小孩，不让你去，不让我去，在家里带小孩，隔两条街而已哦。那个上个礼拜的事情马上就要讲了。对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唱歌，然后 po 那个《满家谣》这样子，然后我看都流口水，我想说他会不会带一些菜回来？对，然后我刻意的打电话给他，用 Line App。还有那个一般电话都不接，玩疯了，只顾着自己玩乐。对，然后回来的时候还空空的，我想说，哎，我们都肚子饿，那你不会吃哦，你会自己去买泡面吗？讲这样，讲这样，对，讲这样，不是你都几岁的人了，这样忽略我们，不是忽略我，是忽略我们，我跟孩子，连孩子也没得吃，孩子也没得吃，儿子叫孩子吃泡面，够一斤亲戚面了，太夸张，夸张，对啊，是。因为我已经跟他讲说，我那个饭局就必须得要去吃，然后你那个小朋友，你那边就是必须得要弄好，对不对？还是有叫传播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方便接。是不是有五个没在？是有颜色的小吃店吗？当时有在晚神吗？不，没有，没有晚神，没有。那天来的是中将，所以那饭局吃的比较硬。有那么硬啊？对对，中将跟你吃饭啊？中将，哎呦，了不起啊！哎，他还一副谦虚气，不是宪哥那饭不好吃，为什么？就是大家都辣蒸蒸，压力很大，压力大，压力大，你又不是，所以他不要你去，这个还可以接受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就是我有一次打唇珠，到第三天他才发现。对，然后他发现的时候，他很坏，他会说：“你长得好像鸭嘴兽，好丑啊！”鸭嘴兽，美萌，他那个朋友，美萌他的家人，哎，你看那个白色的脸，他好像鸭嘴兽，哇哇哇哇哇！你摆在哪里？是你老婆哎？应该不是吧？我哪是这样讲？女生打，我是说你性感啊！我是说你为什么去玩蜜蜂呢？被逼的，但我有发现嘛。对，你有发现，但是请你不要，请你说好听的话嘛。对啊，你下次可以讲说你像唐老鸭嘛。对，有比较好吗？蔡西鸭嘴兽跟唐老鸭有比较好吗？同一种啊，他懂没有？因为那个实在太大，看起来比较像海狗一个球。那也太大了，怎么吃的？还顶个球？还有啊，麻烦你这个大呀。因为我的工作那个班次不固定，有时候我夜值班，就是说值班当主管这样值班，对对对。那明明早上我有跟他讲说，我今天值班哦，我晚上不回来。他半夜大概凌晨三点打电话给我，你怎么不回来？你这不称职的妈妈，你在外面跟谁在一起？你们是不是假借着值班，然后跟朋友在一起去玩？医院里面那个帅医生，对，然后我就开那个视讯，就这样子，来我现在的地方，来，有没有看到老人家？没有，那是儿子叫我打的。凌晨三点呢，小朋友不睡觉，对他要等你啊。可是我今天有跟你讲说，他想说偶尔抓了，抓久也会中。经常抓，功力啊，功力，给他们怼，给他们怼，抓不到吧？不要啦。你现在戴罪在身呐，你那个晚神的事情太大，你要让人胸口泄泄恨嘛。还有吗？你要控告他的还有什么？最近我想要考硕班，对我有我想要考硕班，我有跟他讲说，那我报名咯。嗯哼，老公，我们今天要面试咯。然后有一天他就收到了通知书，入学的通知书。你要去入学的。对，然后他就大发雷霆，就跟我讲说，你怎么都没有好好跟我商量这件事情啊？两个小朋友在念书，连你也要念书，那家计怎么办？对啊，你看，所以我才要去泡汤嘛。你以为我真的是啦？这怎么让你有？你没有在听他讲啦？听在我两件事。
学，你是去求职，你糟糕了，求职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过话，我们都不算，我们都是要通讯软体。嗯，对，有凭有据，有凭有据，我有讲过，拿出来对嘛，拿出来对嘛，还可以截图。来，我们直接给他看一下测试哦，这个测试很大条，史上背最大条，比人夫偷吃还大条。你傻傻给我啊，不看我一眼，无视我的存在，把我当隐形人。你在对祖先讲话呢？我睡觉途中离开换人，他多久才会发现我呢？你朋友送给我的，脸上。他对我怎样？没有，他就是让你护眼睛的，护眼睛的，消毒很好。我先洗澡。夜视镜头啊。老公晚安。哎呀。Saki 现在已经睡觉了，来，我们上秘密武器。那个重量感就不一样啦，啊，不一样，差不多。还塔机呢？你过来得了。直接进攻，是骗的吗？你不会这么贵啊？没有啊，我想抱你啊。你很久没有抱我了，很久。啊，跟我上。没有发现哎。这台词好累，辛苦你了。你重量都不一样啊。还是没发现，还在说。老公，亲我快点。快点啊，我要亲一下。来，你抱。几岁？哦呦！新年节快乐！哇！恭喜你跟真真第一次拜床，新年要会。老婆那么瘦啊，换一次死胖子，就是没有对，头发那头发变他的脸，是不是应该该起床了？那个真真哦，他真的很贼，他然后他也不敢整个重量这样放过来，他是这样回一下，对，太夸张。然后到后面真的要压的时候，他就是鬼压床，你就发现了，压到那么压。那他亲你的那个脸颊呢？你不觉得有那个胡渣吗？没有，当下我是觉得怎么那。差差别，味道都不一样。不是，他在想，这可能不是脸呐。没有当下没有想那么多啊，可能是只有意一下啊，有点渣渣。有谁打意下去弄脸？他也没拒绝啦。对，还是 OK 啊。哇，今天那么累，不要玩那么大了。不要不要，先不要先不要。然后我心里想说，奇怪，就已经那么累了，你怎么那么多？微博必当必塞，我就不管他，我就啊哦，有在敷衍啦，没有啦，不行，这个要惩罚，一定要惩罚，来，合理合理合理，这个是有颜色的眼罩，请执行，你就给他弹下去，先绑后面哈，哇，啊，然后呢？哎，老婆，下次我会注意，等一下，下次我会，我来，下次你会注意，注意啊，我来，眼睛闭起来哦，不行，闭起来啊。好 OK， 好了，小小惩罚就好哈。变帅了，变帅，好帅呀！哎呦，喂，那也阿爹啦，很黏黏的，哎，黏黏的啦，黏黏。你弄到我跟陆灿都有什么两样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很漂亮，还蛮 man 的，舒服哦，全部都是 man 的。谢你胸口之大恨，真的。